果制成，它是可以存放20年，叫做备战干粮。备战干粮比如说很硬，但是我们在一些灾难的地方没有食物的当下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很硬，可以用水发泡这个软就可以吃的，然后要补充营养，有那个水果我们的营养的体液，然后就放在水里面可以喝。这个是我们这次佛教慈悲福慧所提供的急难救助方，跟大家急难救助方哈，非常大家不了解的，我们所有的佛教慈悲基金会，等一下出场的时候，我们一公不上会跟你们一起说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